今天的是 NBA 湖人队退役球星 Kobe Bryant 上午是现身了南港运动中心来当四小 HBO 的女生球员训练教练，当然呢他一到就风靡全场。 Kobe 持续在台行程，昨天是刚结束高雄的黑曼巴展览，今天直接北上参加女子篮球训练营，除了分享自己高中时打球经验之外呢，也热情地替小球员来解答球场上的种种球技问题，当然也要实战教学让小球员们受益良多。而 Kobe 这趟旋风式访台是他退役后首度造访台湾，结束活动之后呢就直接离台。